是不是没有线上传播率？好，那就请大家掌声欢迎丁美。各位社群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Tik 我是 Mac， 我们两个来自 UX Lab。 那今天这个 project 呢，其实很可惜，我们原本想介绍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因为这个 project 实在太大，但是我们都有分配到半个小时。所以如果待会各位会后有很 detail 问题，就是不用那个粉丝尽管过来，然后我会告诉你们的经验这样。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 Be Android 的，那 Android 在英文上面就是机器人的意思。那我们也知道 Google 的 Android 系统，那我们这边是一个 Robotcat， 那我们要介绍我们专案 Robotcat， 那它是一个 robot 的 control system， 然后它就是可以一个完整可以控制机器人的一个系统，然后它可以在 Android 上面，也可以在原生的 Linux 上面。这边是你。我们都知道做事情要有动力。那我们为什么会想要打造一个机器人呢？就是我们待会就拿第一个介绍的例子。好，大家先看一下，仔细看这张图，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人似曾相似呢？对，他就是我们的一个同事，但是我们都不要讲他是谁。那为什么我们会想要打造一个机器人呢？记得，因为这位同仁呢，他的人生的梦想之一就是要打造一个机器人女友，然后所以我们。然后我们呢，两个人是想要玩变形金刚，他玩钢弹，那所以呢，就是那个宅男的梦想。对。然后所以我们就做出这个专案，然后来打造我们要做的东西。所以 ，OK， 那这个专案的名字叫做 RoboCat。那 Cat 为什么要叫 Cat 呢？是因为我们知道机器人最重要的就是它需要一个伺服马达。那刚好做出这个伺服马达的礼拜一呢。它的公司名称里面有 cat，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名字取过来叫做 robotcat， 叫做你可以叫它机器猫或什么，但是我们都习惯叫它 robotcat。那这边是robotcat， 它主要这个系统是，其实它是一个可以原生在 Linux 或者是整合到 Android 上面的一个机器人控制系统。然后我们在 Linux Android 上面已经完整整合上去了，然后它可以同时控制多组 server， 所以。对，等一下可以看到，它可以控制相当多颗 server 在同一个时间之内。然后，我们可以在不需要去管液体太多的问题的情况下面，就直接控制一个可以有自动 feedback 的一个机器人系统，那纯粹是使用软体来控制这样子。然后，它目前我们现在使用的是180度的一个 server， 然后未来还可以在资源上做360度吗？whatever， 可能生力气很大的时候都有可能这样子。那这边是我们的软硬体架构，那最底下的部分 BB mouse 的部分是一个硬体的部分，那我们这边等一下稍微会详细介绍。然后中间这一层呢，中间这一层是从这里以下是完全是用 C 语言写出来的，然后它可以独立在原生的Linux 下面，然后在这里上呢是跟 Android 相关的部分，然后在 Application 这以上呢，可以直接用 Android， 用 Java 就可以直接控制，然后就可以直接操作，所以你可以直接在你的手机上面直接写 Linux Store， 只要拉出一个 SVC 的界面，你就可以直接控制了。OK， 好，那这边的话，其实这个话就最难打到，不光应该说对我们来说最难突破应该是硬体，因为它的硬体牵扯到很多，这边我给大家做个简单的介绍。那它主要用的一个硬体的 platform 呢，就是所谓 Omega 330，那大家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就是所谓的 BeagleBone。那这个部分它因为它 open 它的 BSP， 它的 hardware， 它 schematic， 那也就是说你可以利用这个平台呢去做任何的一些就是硬体的一些扩充。那它扩充什么东西呢？我们在这边我们看到最底下有一个 SS14， 它的一个 server 一个伺服马达，它本身是透过 iSport 一个界面去连过去。可是很不幸的是，TI 早期在比烂这个平台 Omega 3530的时候呢，因为它要为了省电，所以它把它的 IO 那个电压 IO 做成 1.8V， 那变成说它跟很多的 device talk 都需要一个转换，就是我们中间看到一个叫做 BB mouse， 那这个是一个 iSport 的 level shoot。那之前我们是用手工打造，后来就是干脆直接洗一个板来做一个就是电压的转换。那
这些好人控制好你的 server 之后呢，最重要的是什么？我们希望是 remote control。 remote control 那我们第一个想到就是用蓝牙，那蓝牙的话我们走的 interface 就是所谓的 USB。 那待会我会刚才前一位讲者有讲一个就是 never let down， 那我们希望可以就是可以打破那个禁忌，就是试试看我们有没有被诅咒这样。对，然后所以就是我们待会会给大家一个 live demo， 看实际上真正这个系统包起来怎么样。那这边呢？那这边的话主要就是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有个 server， 我们需要去控制这个 server。那大家一定第一件事情会想到的是什么？是不是需要写一个 driver 去控制这个 server？OK， 可是实际上呢，我们这边不这么做，我们是希望跟 user space 整合的更紧密，然后大家能够不需要了解Kernel driver 的钱，一样可以控制这个系统的话，我们采用 user space 的 Xcode driver。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这边右边的图案圈起来的部分叫 leave cat can。那这个 library 呢，主要是控制就是我们对 Xcode 的 bus 下 IO control 的 command。然后它直接可以操控这个 servo。 那待会记得会给大家一个小小的一个 demo。 那这个 servo 呢，主要就是这边大家所可以看到，它电压比较高，6伏到 7.5 伏，然后它可以劝举它的 Xcode 的 address， 然后它可以行使就是 root control， 就是大家可以多组 servo 在同一时间下一个 command， 可以让它做 position 的旋转。那这边我再讲下一页。OK， 那这张图呢，主要是告诉大家，就是说它的那个一些原理。那如果你到时候，因为我们这个是案子，它已经我们有放在那个 Google 的 Source Tree 那边，大家待会可以 reference。那它主要就是说，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说你不一定要写 Kernel driver， 你一样可以去 control 你的 device。那我们这边是透过 user space 的 driver 叫做 leave cat can 这样子。OK， 那这边 low level 底层讲完的部分的话，我们要就是。就是要给大家看一下一个简单的控制 servo 的一个方式。那在这边的话，我们把时间交给 Tim。 好，那这边呢，我们再看一个 RoboCat 的部分的话，那这个部分是一个 abstract， 它是一个抽象化的一个 library， 然后我们可以直接操控，就是因为它底下的 servo 不一定知道它是什么样的 servo， 所以我们这边就开了一个抽象化的 library， 然后让大家可以抽一个抽象化的 function name， 然后就可以直接使用。然后再来，它是一个 position aware， 那所以它会知道说它现在的 position 转到哪里。然后再来，它可以支援 synchronize 和 asynchronize 的动作。那 synchronize 的动作就是做完才做下一个，然后 asynchronize 是全部都可以同时起做。那它也有 group 的功能，所以它可以一群 server 全部做同一个动作，或者是分别做，同一时间做到不同的位置，跑到不同的位置 的动作。那我们这边的话，会做一个小小的 demo， 希望能够顺利。他会直接做一个，就是这边 T 格在做旋转，那其他的 server 跟着
谓的 copycat 的动作。那就是他会去侦测第一个 servo 的位置，然后再来把这个位置呢告诉其他人说你该转到哪个位置。那这个动作就我们叫它 copycat， 那也代表是说它是一个 position aware 的一个动作。然后再来，那下一来这边呢 ，robocat 的继续讲到 robocat 的资料结构的话，我们会提到说它其实一开始打开的时候，它会去侦测到所有的 server， 然后以及它可能会建立 groups， 那 groups 是之后再建立的。那这些 server 呢，它会变串到一个 linked list 的上面去，然后你只需要去操作那个 linked list， 然后你不需要去 maintain 每一个 server 的状态，因为 robocat 会帮你去处理这个问题。然后基本上你 server 可以直接插拔拿掉再装上都可以，可以热插拔。所以你刚刚可以看到，我刚刚其实没有断定，直接插上去就直接用。那这边呢 ，Live RoboCat 的 JI 的部分呢，这是一个很薄、相当薄的一个 layer。但是 Guru 说，Live RoboCat 以及 RoboCat 在 Java 上面 API 的一个小小的 layer。那这边呢是 for Java 的 API。那因为Java 它跟 C 语言其实是有相当大的差异，那我们在这边资料结构会在Java API 里头重做一次，然后再透过 Live RoboCat JI 的部分重做一次，然后所以你不需要去管说它底下是不是 C， 你上面其实就用 Java API 就可以了。那等一下呢，我们就可以稍微讲一下我们的那个这次的内容，然后我们这次的 demo 是这只蜘蛛，然后我们要透过蓝牙，透过 SS1， 然后跟蜘蛛连线，然后来操作蜘蛛。那这个 demo 的话，这边是我们现在的这个 Zero X Spider 的软体架构，在 client 这边，就手机这边呢，我们会有个 UI， 然后会有个 commander， 然后会把serialize 起来之后丢到 server 这边，就是蜘蛛这里。丢到蜘蛛这里之后呢，再做一连串的动作。那等一下我会稍微介绍以下的动作。OK， 好，那各位现在在画面看到的就是我们的 UI 非常的简单。那它主要做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你要先去 connect， 你要连到那个 server，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我们讲的这边的这只蜘蛛。那它会去做一个 scan 的动作。练完之后，你可以抓到 Bluetooth 的 Maker 缀词，然后去做一个 pair 的动作。一旦 pair 上以后，你的蜘蛛就会做一些反应。待会要做什么反应呢？是叫抽蓄，就是我会让动。